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丝丝小可爱，有电影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足够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。大家实在是受伤了，拢还袂听起来。我伫这拜托大家听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佫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聚宝 online 红兔大展迎宾室，万事如意，好运来。哎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。你要卖多少？两三个礼拜没有上片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没有片了。天气冷的要死，还叫我拍这片子。今天跟我搭配的是宜品，好，上次被干翻的宜品嘛。啊，对对。好，谁人无父母？如果你妈妈被这样讲的话，你会怎么样？网友留言嘛，宜品你是妈宝吗？啊，不是啊。你不是吗？对，妈宝是最常讲一句话，我妈妈说怎样怎样怎样，我妈妈说怎样怎样，你就会被觉得是妈宝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次呢，你看你不会回答哦，你没有麦克风哦，我教你下次怎么说。我家里有要求哦，说要早一点回家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稍微高端一点，就不会被说妈宝了？你如果要再更紧绷一点，你要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族。好，有说我不能太晚回家。好，这个我们家族有规范哦，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想象空间？感觉你家里是哎，好像是什么有钱人家的那种家庭的小孩，有没有？对，有那种感觉吧。好，所以下次你不要跟人家说，哎，我妈，可是我妈说怎样？那听起来妈死妈宝，箭头，然后一个 U， 然后再一个箭头，有没有？死妈宝。今天现场的是这台，你照这个车头就好了。这里有没有像福特的 S Core？ 哎，有。变发福的 S Core 变胖了，好站起来，我也是第一次估啦。2021年的福特 Tonio Connect 女玩家，不是男的玩家哦。线上游戏是女的，可是不一定是女的在玩哦。我们现在讲是女玩家，女玩家啦。啊，女啊，女啦，真的女玩家嘞。十月出厂。12月27号领牌，哎，这个哦，哎，这样还不到一年的车，哎，哦，没有，现在22年已经12月29，过两天就要跨年了，刚刚好满一年，哦，来估车，这个好像也是今年才上市的啊，怎么就开来估了？这个要了解一下好不好？然后它是14999，等一下，1499cc， 不是啊，那个要有点距离，反光看不太清楚，怎样？好，没事，不是老花眼啊，光线有这个形照亮亮的挡到，我要。改变一下光线，这个好像一律都是柴油。当初有三个等级吧，我记得是什么什么玩乐、玩咖、凹咖，反正它有分三个版本啦，104、106、119啦，好不好？今天来估的这一台是119的啦，119万新车，啊，开一年，到底会折多少钱呢？这个车我也是第一次看，所以等一下观众朋友跟着我一起探索，探索汽车旅馆，探索来，你要接什么来？我看你能接什么？探索怎样？怎样？探索未知的领域啊！哦，我今天穿这个是不是很像 Gucci 的配色？ Gucci 你知道是怎么讲吗？怎么讲？阿根廷别为我 Gucci， 这 OK 吗？这有中吗？啊，阿玛尼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的阿玛尼，我的阿玛尼啊！阿玛尼今嘛伫倒位啊？哇，阿玛尼嘛，啊手表 Seiko 是啥？你知道？猛拉江 Seiko。你是不是听过我讲？对。OK， 现在年轻人都用这种无聊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就看2021年的这台女玩家啊，不是男的玩家。这个新车配备还不错，马牌轮胎呢哦 ，Continental。Tonio Connect 1.5柴油，这个是台湾好像没有出现过的一个引擎。哎、欸，有天窗呢，对啊，这玻璃呢，哎、欸，全景呢，银色烤漆的行李架呢，选配高级晴雨窗呢。你有看过一个晴雨窗一根那么长的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晴雨窗那么长的哎。哦，有盲点呢，配备还不错。我们看它几人座啊？232是几个人？七。公车。你如果在公车有没有？在等在坐公车不是这样拉着？你对我说你好寂寞。你知道什么广告歌吗？我不知道。叫泰山回来好不好？啊、泰山在家休息哦。对。客意香你不知？客狐臭。嘿，公狗啊，那气不起来，就害羞，一狐臭都照出来嘛。你对我说，我就吵就吵，在旁边。你没有看到广告？没有。啊，你如果那个。公车紧急刹车有没有？你拉环不小心扯断，然后妈一路滚到公车司机旁边，拿着一个拉环，公车司机会跟你讲，挤满三个拉环免费搭车一次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不要摇 GoPro 吗？你笑就笑，你 GoPro 可以不要动吗？很好笑。有没有这个餐盘？哦，可以放一杯饮料，可是你放太重就会掉下来，不能放太重。这个以前很久以前就有了哦 ，MAV 那时候出了
七人座的就这个了。哦，这有点烟孔，它这有面子盒，而面子盒也附杯架。它这个应该是锁在中央扶手的，我猜。有没有？它这束带应该是束在中央扶手上面。啊，怎么都绒布椅啊？120万的车子绒布椅哦。哎，这什么？闪电五连鞭管线啊，你看里面走电线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就从车体电线要去这个门嘛，有喇叭线啊，电动窗线要走进去这门里面，所以就经由这个嘛。好，你看我如果把它关起来，有没有？它会折，有没有？会折进来。哎，这很巧妙的设计耶，酷哦。它没有电尾门哦，哎，不是电尾门啊，电动滑门啊。哎，可是它自己会这样，半套。哇，没有吸门，哇，好大、哦。可是打开会不会撞到啊？它有没有电尾门？没有。120万没有电尾门哦，后面如果坐完七个人以后就没办法放东西了。好，再来一个，有没有？你对我说你好寂寞，我可以整首唱完，你要听到？好、啊。我问你，你要什么？看一下啊，第一次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在干嘛？这个没意外的话，应该是来灯来灯来。好，这是磁铁，你看，这个。这有个磁铁，它磁铁你这样折回来有没有？可以吸到这种小豆豆那边，哦，有没有？哇，全景天窗哦，中间有灯，后面有灯，这样呢？哎，阿内啊，还没中，还没中啊？你问我，我咋也没中啊？我知道，跟你知道一样多。你知道个？哎，你要不要吃？哎，怎么会有酸梅糖啊？来，请你吃，来，谢谢，不用谢。哦，所以可以在车上睡觉。啊，你嘛袂困去啊，还袂晓困，无够长啊，无够长要娶某，无够长要安怎娶某是啥物意思？就不够长不能娶，不能娶老婆，没有教堂，没有教堂，教堂没有教堂要怎么结婚？现在小朋友台语素质这么差，一想就想到够不够长的问题。好了好了，然后勾起来叫阮勇哥呢，跟你扭蛋，跟你扭蛋。哦，好累哦，好想睡觉。他第二排不能前后呢。第三排才可以哦，弄一个女玩家这么累，其实还蛮出力的哦。这一般女孩子应该是拉不动。好了，哎，我刚刚都没有看有没有撞哎，人家是开车来跟我们研究的，玩都玩不完。哎，看，好可爱哦，你看它的灯设计这样子啊，在门外面的呢，所以门打开跟这个灯没关系耶。它设计一个框框给第三刹车灯放，好新奇的设计哦。好，我要看一下板件哦。哎，螺丝没有转。我跟你讲啦，就算是第一次看到的新车哦，看有没有撞也是差不多这样看而已啦。有没有滑门一样就看这滑门这边的螺丝就好了，一样看滑轨的螺丝就好了。还有这个胶，这旁边也是一样的吗？这么又肥又粗的胶有没有？那前门应该也是一样。好，然后向后转。好，引擎盖拉开。刚才车灯真的很像 S 口呢，也很像 Fiesta 呢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共用哦？我怎么觉得看起来像可以共用的感觉？好，螺丝都没有转动啊，胶那个条码也都在。它这个叶子板条码在这里面，在里面有没有贴纸？有没有拍到？好，这个叶子板呢也是在那里面。这样子，好 ，OK。我把水箱架很内侧，水箱架跑到这里来，车头那么长，水箱架在这边，没怎样啊。好，没怎样，这应该一年的车也不会怎样吧？啊，没有覆盖哦。哦，这引擎好可爱哦，小小颗的而已，四缸的柴油引擎哈、哦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可爱的小东西耶。哎，这是涡轮吗？哎，好像是哎，好小哦。这可以跟小涡轮。哦，然后这个有没有？家里抽油烟机都有。哎，这 QR code 少了会出现什么？不知道哎，我有点好奇。没有啊，他不理我。没怎样，再看这边的门。好，没怎样，看完了。那这有标签啊，这里有标签啊，两张啊。好，看一下外观好了啦。这是这么新的车，看外观有没有那么大一台，我不相信它开这么久都没有回到。看这什么？什么东西？许愿的啊？我们之前哦有买过那个最大台的那个福特的旅行家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女玩家跟旅行家，旅行家。女行家。看一下外观哦，我跟你讲。这种车制胜的关键就是外观了，因为你其他地方不太扣得到钱，一个受伤就给他扣10000，这样才买的便宜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好像都没有呢，哎，好像都没有呢，怎么办？哎，真的没有哎，靠腰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知道 AD Blue 是什么吗？蓝色的 AD， 你知道什么尿素？所以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先看洞够不够大啦。哎，你以为随便洞我都可以是不是？啊，太小，不行。无法，再叫泰山来，你可以吗？不行，我要旁边这个黑色的，黑色的是不是？这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黑色你可以哦、喔，哎、欸，那其实
不怎么样嘞。你来来来来来拍一下，给观众看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你可以哦、喔。不行 啊，完了，你也来不及了。你刚刚讲说这个可以，来不及了。哎、欸欸，他这个是没有油箱盖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我被他阴了。我想说他口径这么大一个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来来来试一下，现场试一下啊，你可以这样。哈哇，马上说六嘴说黑色的你就可以，他连保险杆都没受伤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真的嘞！哇塞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喽，逃不过我的法眼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。对，这个对车影响可大了，我告诉你，本来全车原漆为了这个地方。没有办法是原漆了嘛？这不是我们做车商的要跟你乱扣价钱的嘛？是不是？这个对我们回来那个下一任车主来买的时候，哎呦，怎么不是原漆？体谅，好，我们车商不是随便扣钱，这个很糟糕啊。好，11000公里，合情合理，双驱恒温空调，好小的萤幕哦，怎么那么可爱？这么上面携带啊？哎，有触碰，有倒车影像呢。哦，还有自动停车熄火，全景天窗可以开吗？哦，它全景天窗只能把遮阳帘打开跟关起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看车大，遮阳板就是比人大，多大片？哎、欸，上面可以放东西耶！哦，而且连接把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很特殊的设计呢。你看，当这个灯亮起的时候，好，就要添加尿素，好，尿尿进去。高山地区建议先原地暖车3到5分钟再行驶。当仪表、柴油、微粒过滤器警示灯亮起的时候，请以时速60公里以上行驶至少20分钟，不能停哦，要一直开20分钟哦。没有微粒过滤器，因为它堵住了。你要高速高转速把它排放出来，它会燃烧排放，懂吗？所以才要60公里以上开20分钟。我第一次看到这车，而且它 airbag 是在这里耶，超帅。这就是那个福特大概 MK 三代的那个方向盘嘛，排档杆看起来也跟那个三代的 Focus 都很像，跟 Escort 也都很像。我在想这是不是大陆的零件组装的？可能是长安福特哦。这个车就跟新车一样，我跟你讲就价差的问题啦。新车119万，到底要差多少钱值得买？我是觉得蛮有兴趣买的啦，因为这个车送你自用两厢仪嘛，就是你买回来不管你是要自用还是要载客载货，感觉应该都不错，又是柴油的，我觉得这个车没有玩过，可以买一台回来玩看看。花枝丸的时候也很有用啊，花枝丸你知道吧？化鸡丸呐、啊，对啊，有没有？这资源的时候是很方便啊。好了，我们先去了解一下2021年的女玩家哈，看为什么要卖，看客人想卖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期待一下广告完，大家猜测一下广告完回来就会揭晓了。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的 Dual Lens。你对我说，你好寂寞。为什么要卖？你猜猜，你有没有要猜？你还在想？我等你。想当男玩家，不想要当女玩家。有男玩家这台车吗？请问一下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家有两台车啦，因为这台真的是大台，比较少坐满。因为哦，这个车其实功能性很强，有些喜欢车博，你知道吗？一博二日系列需要提供番号给你吗？啊、一博二日三 P 啊，不是，去温泉旅馆那呀，那是有一系列的，你懂吗？还是你都看一母系列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未亡人呢、欸？啊，你都看哪一种的？夜勤并动那种，哎，这个功能性很强的车，那如果买回来真的比较少外出去玩了，因为它有两台车，一大一小，就先把大的处理掉。客人哦，因为也是我们粉丝啊，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，我周遭的同行也没有人买过这个车啦，因为这车很新，2021年去年才出的车子啦，去年年底才开始卖的车，他这应该算头批的啦，所以我只好自己看感觉了。我刚刚有刷开数字网，只有两台在卖而已。他们是那个玩乐版，玩乐版新车是106万，他们都卖90出头啊。那新车才106，他们就卖90出了呢。我是觉得有点贵了，但是现在应该是没车交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？所以我刚刚呢有跟客人稍微出了个价钱呐，因为市场上也没有，我是跟他出90万呐。116我出90万，等于跟新车差26万啊，26万我们再开个价，好赚个一成就好了。90万的一成是9万啊，哎，我们卖差不多100万左右，买的人也开心，卖的人也开心。唯一不开心的是，
车主，他知道他赔的，好不好？不过真的用不到了。可是90万他跟我嫌太便宜，他说看能不能卖个100万这样。啊，100万怎么可能？怎么想都不可能啊！新车116虽然是没车啦，但是我们还是总是有个价值在那边116。他卖100，我要卖多少101？怎么可能有人买？真的，我再去协调一下。如果真的不行，真的要送客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你要卖多少？估到现在有没有没估到过啊？不是，我忘记你很菜了。好，你不晓得对不对？哎，不对，你来公司，你难道没有把公司的影片一的看完吗？好了，我先去跟客人协调一下啦，因为这么新的车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车哦，一翻两瞪眼，运气好很快就卖掉，运气不好放到明年都有可能，过两天就明年了嘛，好不好？我们跟客人协调一下。我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走吗？你这样就不用马车牌了。对，你好贴心了。Avia Mobile 周辺機器のトップブランド。我不要再唱了，不然等一下想说我们有刻意香的业配，不是刻意香应该没在卖了啦。这是什么？刻意香，你不在，客服臭，你刚不在是不是？好啦，刚跟客人协调了，已估了，好不好？你猜猜已估多少钱？100跟90万的差距，依我的业务能力，你觉得我最后跟客人已估成交多少钱？91吗？你为什么知道？我猜的、啊。妈，这么准啊！哎呦，准到牌子就掉了啦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死菜鸟，依照泰山的效果，他应该会说我买101万。哈、啊，你会不会做效果？你一下一弄破梗，怎么弄？怎么录嘛？最后我是跟他讲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老婆叫91 Joy 嘛，好、哦，我们不如就7788比较91这样子。没有啦，真的这样讲，谁理你？你老婆叫什么名字？你家的事啊？协调了很久哦，那这个真的还是要有点差价啦。那90万，依我周遭同行问起来啊，其实很蛮紧绷的，就是很简单嘛。虽然大家都没买过，打给同行嘛，啊、同行电话会接起来，哎、欸，阿娜，哎、欸，我小思啦，哎、欸，阿娜，客人要卖100万，你觉得有机会吗？呸，100万，你给我老在晒啊，看好没有？卡挂掉有没有？哦，你就知道100万没人要买。好、哦，再打第二通，我们再降低一点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我小思啦，哇，哎、欸，现在小朋友拿电话是要这样拿？对啊，不是这样。不是不是，现在电话都不是这样拿的，以前电话也不是这样拿的啊，这样怎么拿？啊，哎，听说现在小朋友讲电话拿电话是这样，对啊，就是、演示讲电话的那个动作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吗？他是模仿那个电话的样子，哦，模仿电话的样子这样，对对对，哦、啊，刚那100万的不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打第二通电话啊，对不对？再给另外一个同行啊，哎、欸，喂，哦，我小思啊，那车资料跟他讲，哦，啊，两个不哦。哎呦，不能这样，很累嘞。啊，阿妈，妹妹嘛这样，够懂哦。你赶紧抢还紧啊！啊，你就知道95万也不行嘛。就这样打来打去，到最后呢，就是90万好像有人有兴趣。我们是一个买保险的概念啊，就是我们大概寻一下这个市场上好的中古车行的好朋友们，哎、欸，90万他们觉得哎、欸、可以买啊。哦，那我们就有一个底了，90万嘛。问题是客人没有要卖90啊，那怎么办？贴一点。对啊，就加一点啊。本着我们是这个优良二手车商，有在拍 YouTube 影片，我们不要说我们名列前茅第一名冠军什么，我觉得这样讲太不谦虚了嘛。我们大概就是属于那种我们说一没有人敢说二那一种，哎，一样意思。好，因为我自己也蛮有兴趣的，我跟柯P刚刚在那边研究椅子有没有，我们都第一次看到这台车啊，所以这有一才有二嘛。好，至少以后我们出去外面，等一下有没有买过女玩家？有啊，女玩家不止买过，我还玩过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刚刚有去查了，还有一个叫玩新版、玩乐版、凹咖版，好不好？玩咖版三个等级啦。好，玩咖是最贵的，把人家心也玩了，咖也凹了，整个就欢乐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最后已估的价钱就是这个 Joy， 啾咪哦哈 ，Joy。下次见啦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次见啦，新年快乐啊！虽然已经年过完了嘛，好不好？看到这个片应该年过完了吧？等下一个年，旧历年，好不好？旧历年，拜拜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么新的灯就起雾了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要扣钱啊，哎、欸，让客啊，哎、欸，欺负啊，让客啊。
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